话真的飘得有点夸张。喜欢新闻，坏人的形象。要是当牵着会不会怪？绿从中一点红。真的，原因是为了挡风。这是我的第一次捐血，结果发生一些小意外，因为睡眠不足。因为刚刚做那个健康问卷的时候看到一条，然后我就问他说睡眠不足是大概几个小时，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几点到几睡到几点，然后说完之后他说不好意思，那看要不要你下次再来，因为你这个状态捐的话可能会造成自己，所以我没有想到说哦来这边他是说需要睡大概六个小时以上，第一次体验就没体验到，没关系。